文不利，说文不利，欢迎收看。永和的啊，这位王先生，要问两几个词，头一个米测，米测，米测是啊，咱讲金啊吼，幼儿园啊，小学的啊，米测这个黄的，咱讲黄高贵的，好、哦，米测，今天下测里的这里，这里米躲藏起来，米测，但是这测里现在经常下这里，这里。用这里做测，这里是什么呢？这里是找，啊，寻找，哦，找钱，一箍银找三角，找钱，用这里。咱闽南话本正，然后这里哩唔当做测字来说，是当做找。所以米测测字啊，就这里，米测，测物件。米测什么？就是普通的来源所说，躲猫猫。捉迷藏，所以王爷佫问一句：何切？何是何里何道？不精，随随便便。何切呢？是暗来切去，暗来切去的。有诶，两三条小啊，暗来切去安尼算咯。大体大体咯，就唔是阿准讲，就何何里何道，毛毛切切咯。哦，所以毛毛切切，人个是穿个汉装裤啊，裤头是啊，毛毛切切啊，就是毛毛切切。暗来扯去的，何扯的？无识破想无，所以这里扯要多一里啊，就一里。何扯？何里何多？扯扯去，啊，这何扯？啊，就是咱俗语所说，暗来扯去，啊，三四条小，大体独得，唔免过说我准咯。暗来扯去就安尼去咯，暗来扯去，啊，毛毛扯扯呢？大体大体，啊，粗灯破灯，啊。算了，啊，毛毛切切了，唔免阁计较，毛毛切切，啊，将乌火切，隐形去做做事。然后一句俗语叫做啥？咸甜正无味。啊，你有指甲着咱的，中中国人哦，男的女的加少都做指甲，但是有一个常识是咸甜正无味，请注意这个甜呢啊，唔是这个甜。这个甜是糖，产生的那种味觉。这个甜不是，这个甜啥？是种下鲜的物件，比如蚵仔咯，像个种鱼咯、鳗鱼咯，哦，土笋蛋咯，迄个种味素，迄种甜。所以咱就闽南话甜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种糖产生的甜，一种是种海鲜的产生的甜啊。这里所说的是迄种甜，第二种的咸甜。种物件就有一定的咸度，一定的盐。伤少呀，伤少盐哦，食皮肤袂食哩。所以咸滴正无味，那无够咸，味素袂出来，这个甜味袂提出来。但是咱注意，种盐只伤愈咸愈好，伤过咸就歹。高血压的人啊，食伤咸，肾无物的人食伤咸哦，不利。所以。记得有咸，如果就适当，哦，所以即句咱闽南话即个俗话叫咸甜正无味啊，想要正，这个甜味袂提出来，袂迄种味甘啊，味觉的味甘嘛无法体现出来。好，今仔日注意下期，请准时收看。